今天互换通北向交易将正式上线，象征着两地金融市场融合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首次在金融衍生工具领域引进互联互通交台安排，香港在境外投资者将和通过两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合作，参与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互换通将与债券通产生协同效应，让境外投资者以方便和安全的渠道参与在岸人民币利率互换，对接投资者通过衍生品管理人民币利率风险的需求，提升国家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释放境外投资者投资内地资本市场的潜力。与此同时，新措施将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工具，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